我不卖。哦，那我买一个、啊。好、啊，那我就买一个就好了。因为这样就一百块嘛。哎、欸，你的浓汤没有一百。没关系的。先报警。好，有这样吗？需要帮你装袋子吗？应该不用，直接吃就好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 ，OK， 还要出示吗？可以啊。好。